死在这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一切要从这儿说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经常会分不清梦境和记忆。我脑海里经常有这样一个画面，在群山之中，一群机器人正在被制造，叫送货人的组织负责维护时空的稳定，他们将不属于现在时空的物品送回到它原本存在的时空。故事起源于2045年，超人工智能 ASI 诞生， ASI 日渐强大，与人类争夺统治权，一场大战随之爆发。为了赢得战争， ASI 将制造超级机器人的方法封锁进奈良球中，并派出杀手穿过虫洞送回到2017年，希望从此改变历史的轨迹。送货人小组一直在与 ASI 进行对抗，控石者用控石术找到了纳米球。但没来得及送回，就遭到了追杀。博士，やっと会えた。你以为你们赢了吗？你们 timekeeper 能掌握谢真号空间，就是无法抗进现状。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ance of winning。交出来吧，起码能保住性命。If you're interested, join us. Let's play together。不好吗？我不打算活着，你们也别打算活。消失吧！4天后，纳米球将会自动启动。帕林死前将纳米球藏了起来。喂，博士，你怎么样？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通讯装置已经被监听了，
不要管我，马上关闭通讯装置。告诉我位置，我去救你。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一定要找到他，他才是一切的关键。于是，我的故事开始了。最断片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的，估计是昨天晚上喝到了带来的。墨子，我得说一下我的职业。这是哪儿呀？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专门帮助那些自卑的姑娘找回自信，挺凶做人。我从墨子中参透了人生，决定成为一名游侠。可游侠也要生活呀，只不过收费贵了那么一点点。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那个手机，这个手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想到你是这个样子，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记住，你还有4天的时间，未来就交给你了。北纬41°50，东经84°26，记住这两个坐标。什么呀？肯定是宿醉，这幻觉太逼真了。老头儿，谁啊？我们认识吗？我是你未来的师傅。哎，小子，这可不是幻觉，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保重。喂，你的手机已经被定位，有人要来追杀你。现在输入验证码可以解除定位。哥们儿，骗术够高级的，我手机定位都没开，你这手机归我了。哎，怎么了？没事儿，打错电话了。什么情况？就是从这儿开始诡异起来的。想干嘛呀？谁呀？什么人在追我？我是谁不重要，你的手机程序已经被人篡改，他们正在追来的路上，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逃跑，你
指南我说了错。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三绿屯已经堵死了，开车等于死路一条，回酒吧，快。把手机扔进舞池， SIM 卡扔进吧台。我按照电话那头的说法去做，然后。哎，小明，什么事？我们的人马上回去救你。谁呀？我不能再说了，会被窃听。什么？窃什么？喂，喂，喂，喂！放！放！什么事？喂，谁呀你？这不能进，哎。一楼人太多，隔壁有个房间，窗户下面是个垃圾桶，跳下去不会有大碍。哎，小明，这小妞谁呀？这里不让进，出去去。你刚刚叫我什么？你等着啊，我先换你。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就得死呀，不摔死也得死呀。你跳不跳？不跳，你先跳，你跳下去没事，我就跳。不想死就跟上！哎，你这是玩命啊！哎，发，玩命呢！赶紧跳，来不及了！太高了，我不能跳。你不跳你会死的。我跳下去才会死呢。小满，给我王小明的手机定位。大哥，大嫂，美女，你们抓错人了。我只是一个 nobody。嘘，先别说话。Actually, he think I did too much。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老实交代。You saved your life。私たち欲しいもの手に入れる。Perfect。你说什么呢？他是美国人。I don't understand。 坐标？什么是坐标啊？ Don't play dumb。 我虽然比较有耐心，但也非常有善恶。你得说明白，那给点提示呀。我
不是临时告诉你的纳米球的坐标。我没见过什么鬼不什么纳米球，你抓错人了，我真的不知道。Kiss， 我来吧。哎，别！焦らないで。哎，你再不说，我们动手了。我说呀，我，那你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哎，大哥，别，我，哎，等会儿，我说，我知道。怪兽。你们说的不会是他可能不干什么吧？满中，把内部构造图发给我。等一下，调动卫星需要一点点时间呢。快一点，我估计他撑不了多久。空间一，两个人；空间二，三个人。收到了吧？回头收拾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我国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心，是我国最大的沙漠。Supplies， 连你也念经的，今天的惊喜不小哦。放弃吧 ，I'm just hoping a peaceful way。你们永远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不管你们外表如何改变，思维如何敏捷，我知道我这样做意义不大。就当为博士报仇吧。你现在需要休息，走吧。因为他们都杀了，说不清楚，我慢慢解释给你吧。伤口还没有愈合，你还需要静养。
啤酒还是果汁？啤酒，我不喝，果汁吧。谢谢。之前谢谢啊。这是我的任务。什么任务啊？我们的组织叫送货人，负责维护时空稳定。你这个玩笑开得也太离谱了。那你说是什么人在追杀我？机器人。机器人？好好，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那么，我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大阴谋里？你是我们组织的核心，博士是这么说的。博士？那两个怪奇二人组也说了，他是我们的领袖，优秀的控制者。你应该见过他了吧？我一直以为我在做梦，有一个坐标，还有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倒计时。这个坐标很重要，他是纳米丘。你怎么知道？二人组问过我。你没有告诉他们吧？当然没有。想不到你还挺坚强。当时都快吓得尿裤子了。我刚想编一个谎话，结果你就从天而降了。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机器人。他们叫掠夺者，是拥有超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武器先进，远超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一直在与他们对抗。那也没你厉害呀，咣当几下就把他们头给拧下来了。差得远了，我也是注射了。哎，注射？没事，反正你记住，遇到掠夺者一定要想办法逃。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最在行的就是跑。怎么那么像终结者 AI 人工智能啊？随你怎么叫，正规的说法是 ASI。 博士相信你就是他的继承人，新的控制者。控制者很厉害吗？控制者拥有掌控时间的能力，可以打开时空通道，进入任何一个过去和未来的时空，还可以隔空移动物品。控制者，哎呦！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烧，顺便确定一下我是不是还在梦里。没事吧？来，要不要去医院？不用，正常的药物反应。什么药物反应？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明白。嗯。时间总是很紧急，明天我带你去基地，见一见大家，李师傅会让你明白的。李师傅？你先休息吧，明天会很忙。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吧。你怎么知道？倒计时又出现了。下次不要再那么多事了。
I just want to make it fun. あなた、ワンショウミンに興味ないの？我的程序里没有有趣这个设定。もういい。あなた、皆殺しにする方が面白いもんね。人活着好玩最重要，不是吗？你别看了，可以摘下来。摘下来？不信你试试看吧。真的？真的。不。哦。为什么会这样？琪琪的药很厉害。是琪琪。一会儿会见。那我们现在去哪儿？集合。我知道这首歌。这是琪琪，我们的药剂师。琪琪，他多大了？你自己问啊。你好，我叫琪琪。啊，你好，我叫王小明。王小明？王小明。王不是和王皇。王小明。是李师傅，我们的机械师。配钥匙的。你就是王小明？啊。头发长了，该剪剪了。你懂什么呀？女孩们都喜欢，就算她们不喜欢，可以把我当成闺蜜。你要让我剪的话，我马上就走。这是黑客满足。满足，来想技巧，我可是准时到的，是你们早到了。你好，我叫王小明。小明，你叫王小明啊？笑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叫满足，脑袋套。王小明，王不是喝王黄，你们耳闻问题。
送货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组织。预言的力量是微小的，你自己看吧。看什么呀？来。哎，这是一台能够让你迅速获得信息的装置。博士说你是新的控时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的领袖。领袖？我？那个当领袖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了，你可以支配所有的资源、资料、武器，还有资金。资金啊？你有多少啊？几个亿。几个亿？你没开玩笑？没有啊，对我们来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对我来说钱是最重要的呀。这些钱我可以随便我用吗？当然了，说吧，要干什么？来，坐在这儿。没问题呀。哎，你干嘛？如果有能让你欣赏你。哦，我还相信你的。对，你干嘛？我们在你的头上植入一个芯片。在我头上装入一个芯片？啊哈，万一这个扎死了我怎么办？我可不想加入你们三个官组。哎，这是一个纳米探针，一点都不疼，过程也很快。把我放开，你放开我。那什么米探什么针的，我有那么好骗吗？李师傅，会不会博士错了？他根本不具备成为控时者应有的素质，他就是一个骗子而已。我就是骗子怎么了？庄南，你要相信博士。你的宿命就在这儿，而不仅是个骗子。你不想有一个不凡的人生吗？谁不想？你们都做过这个？是。来吧，开工！这老子可是要当游侠的人。李师傅有个问题，这个疼吗？不疼。准备好，开始。博士他说那是博士的记忆，只属于你。谢谢你为了救我用了副作用极强的药剂。我想说行了，打住吧。费洛，博士还没有告诉我如何控制时空。你还没有准备好，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来，让我们从训练开始。训练？别动。
这就是那 VR 吧？远比现在的 VR 更是神奇，你自己体会吧啊！这里能够帮助你提高战斗力，以及找到控制时空的方法。哇，太逼真了！明明手里什么都没有。好了，时间紧急。时间紧急是你们的口头禅吗？设计靶子。太远了，根本看不到啊。用心去看。别用眼睛去看。好好体会。说的简单，你练过，我也没练过。慢慢的了解自己。又是一天，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他学得真快，博士，没有看错人。拥有这种体力的人常见，但是天选之人只有一个。控制不了时空，学得再快也没有用。耐心点吧，我知道，博士就像你的父亲，你无法接受。我可没有那么脆弱。既然如此，你就得相信他。我相信他一定能成为控制者。你觉得呢？明天我准备带他去见形象师。这么快？掠夺者现在正到处找我们，很危险。是时候了。两天以后，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纳米九就会自动启动，灾难就会降临。我们死掉没关系，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使命。Thank you.
来吧。啊？带着干嘛？哦，来了。小明啊，来帮长辈拿点东西。没问题。这个吗？嗯。我，什么东西那么沉啊？你猜啊。这次可能会遇到掠夺者，到时候你别拖后腿。我拖后腿？我现在可厉害得很啊！来，这是我大姐的新药，每个人带上一些。我帮你放到包里。这个药有什么作用吗？震荡、被感知类的，只伤就能好。啊，谢谢，上次我还没感谢你。我这还有一碗酒避敏的新药，你要不要试试？我不是，我要那个干嘛呀？得罪我可没有好下场哦。好了，出发吧。去哪儿？安徽。到了，剩下的路我们得步行。庄南呢？就我们俩去。到了，我现在感觉自己无比平静。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嗯，记住要诚实，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是的嘛，小李啊，你们来的正好，我这儿有最好的苦丁茶，来尝尝。谢谢。嗯，好茶。你跟我来。
其实，你们两派送货人的控使者，我也见了不少了。论长相，你不输他们任何人。谢谢。两派。看来，你还不能熟练地掌控自己脑子里的信息。不过不能怪你，事发突然，博士的事情是一个未知量子状态中最差的发展方式。虽然它不能让整个体系崩溃，但是未知和变数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您说我可以成为控制者吗？小李他坚信你可以，这也是他面对自己的使命时做的决定。可我一直没有办法控制时空，脑子记忆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控制者没有办法打开时空之门，最后被杀。任何事情都有很多未知的发展方向。墨汁认为，上下四方约雨，古往今来约昼，人们在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思考，如果那是个最差的发展，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就一直带着这种想法去处事行事，使事情最后发展成他们恐惧的结果。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追踪者来了，为他们追踪到王小明的信号。怪我没有及时屏蔽信号，还是被他们找到了。你们怎么办？总会有办法的，集合点击。琪琪，你去看看那边还有什么东西落下。好的，就在。我知道，你现在一头雾水。就像你手中的这杯苦丁茶，它初初开始喝的时候呢，你觉得它很苦。你现在再试试，感觉一下，它还苦吗？我明白了。彼らも私たちと同じ。ヘイジネットよ。他们逃走，应该就晚了一步。要不要这样？オウナ、メイビーや。有意思。
在不远的将来，你会遇到一个重大的选择，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惊讶自己的决定。好。你们控制者最喜欢说的就是时间紧迫。我们出去吧。谢谢。掠夺者找到基地了。什么？满足和琪琪呢？不知道，他们说集合点见。我们快回去，来不及了。我相信他们能够逃出来。现在的事情比想象的更危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形象师说，形象师只是对你说，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们必须找到纳米丘，把他送回属于他的时空。马上去塔克拉玛干集合地，快！不好！什么情况？宋文，胡进！李师傅，你带上王小明走，我来对付他们。李师傅，哎，你要干嘛？什么情况？他干嘛呀？见了，你送小明去机场，我不重要，一定要保护好小明。太惊喜了，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师傅吗？
我们要回去救他。 我们要回去救他！哎，我们要回去救他！我们要回去。 庄楠呢？你干嘛呢？这可一点都不像你啊！ 我不知道怎么做了。你要干什么？回去救李师傅。不行，你必须去塔克拉玛干送回纳米球，时间来不及了。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是控制者。形象师说了，我会遇到一个重大的抉择，李师傅会为我而死，他不值得这么做。 既然你觉得我是假的，是个骗子，那我就把它换回来，这样多好。但是，他坚信你是。那你呢？你会相信一个骗子吗？你会相信吗？ 我信，因为博士相信你是。
我选择相信你，李师傅用命相信你时，我选择相信。 绝对信任博士吧？是，那还废什么话呀？博士他绝对信任我呀。姐姐呢？相信啊，因为我喜欢博士，也喜欢赞娜姐姐、李师傅，他们认为你是，你肯定就是。我就是。小满呢？啊，等一下。 美智子，我应该相信他吗？你来帮我做这个选择吧。信，我信。那不就得了？你们承认我是领袖，那就得听我的。壮男琪琪，我命令你们，立刻和我回去救李师傅。是，信，以后都要听我的。那个壮男，你不属于下。 据统计，有10多个热感反应，也就是说里面不是3个人，是13个。不是1个人，12个 ASI， 我们不可能赢的，他们人太多了。有他在，我们肯定会赢。嗯，那当然。 是我压箱底的东西，它是我测试过感染速度最快、最有效的，拿去对付 AI。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不需要任何芯片连接，自动搜寻无线感染。你们要马上找到通道，进去以后，他们就检测不到你们的热感信号了。走吧，一定要寄个带回来给我。放心吧。 李师傅，何度も話した，却自制神话小说。Tell me the coordinate。没想到你们进化到这个地步了，跟我们说话越来越像了。你们人类修法需要一阵很有趣的事。He's slow and not articulate, less information, but it's quite possible. Communicate with human is my best entertainment.
笑什么？我笑你学我们说话。There's no more time left. 快告诉我那名字的坐票。I will make you same place.直接开颅吧，信息就在他的大脑里。我实在是验证你们人类了，无法权衡利弊。别傻了，你们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对那个王小明很好奇，他跟别的共识者不大一样。Tell me, why is he special? 私はなぜ彼が犠牲にしたのかわからない。你们机器人也有想法？别把自己想得太复杂了，你们只不过是一堆代码而已吗？
小马，接入口在哪儿啊？没有啊，哪儿呢？听说你是新的空袭者，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创造未来？好啊。那你先放开我。当我把你骂死，一定放开你。Take easy, hold on. You don't matter. 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想说的是，在我理解中，我们一起创造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如何？说说看。那就是没有你们的未来。到现在还往执着跟自由是 ？Fine. To make this more fun, I will ask you a question. If your answer made me satisfied, I can kill you in a tender way. Okay. 你问吧。I'm so curious.私の調べでは You are just a thug. Go to Lowy, Ian, Da Jong Ho. 何の意義もないことを言ってたはずなのに How can you become like this? 嗨无聊呗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试试能拯救世界应该挺有趣的吧这个答案不错。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Just a little, but your little tricks, bien de bravo. 你这里的是什么？我就要打游戏，又玩的差不多了。You never can beat me. さよなら。Can't understand you humans. Over and go, da, George Lamba. Eden Dob Howan. I don't believe.
So funny， 邱先生无法上升，我的心。在激光射中我身体的瞬间，我的能力突然启动了，激光被我转移到了另一个空间，控制时空。我也是偶尔才能成功，但这就够了。李师傅，我第一次觉得日出是这么美。备好了吗 ？Of course。小 case， 那我先去了，待会儿联系。我要站在大大肩上，昨天的城市已不见了希望，穿过一片数字的海洋，我在追寻着你，我的钢铁材料。将毁灭，无论是海角还是前面，是心跳还没化为空洞的语言，就在此地留下我的血液。写个离子接听着未来，假装不知道就不会有伤害，笑像是命运的答案，一转眼就能回到过去。大声的哭吧，趁节目还没有落下，文明的泪光里有你不
子窃听着未来，假装不知道就不会有伤害。破除的微笑像是命运的答案，一转眼就能回到过去。大声的